什么？沙漠 boss 的真实身份是个宠物？我们都知道啊，迷你世界中的新武器沙虫炮是用沙虫的脑袋制成的。虽然我们把它拿在手里并不会发现什么，但是我们只要把它放在展示架上，你就会发现炮的两边会有出现两个 V 一样的标记。我看评论区有很多小伙伴们说沙虫炮是天才 V 的发明，相信看过熊出没的小伙伴们都应该知道天才 V 是谁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人，因为他的胸前也有一个 V 的标志，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沙虫其实就是天才 V 的宠物。其实这也不是我的猜测啊，我都是搁评论区底下看的。最后呢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，你们知道现在的烈焰星人是谁吗？ A 他， B 他。三秒钟时间，答案是 A， 现在的地心人已经不叫地心人了，而是叫烈焰星人。不知道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收藏哟。